如果你要去挂羊头卖狗肉，那根本就已脱离了出世佛教的范围。所以一个人必须重真实，尤其是学佛。若是我们喜欢入世的就入世，喜欢出世的就出世，没有人强迫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虚伪？一个人要出世似乎是容易，但请你还得慢一点，要先请你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这是因为你去杀了生、偷盗了财宝、染污了男女色相，那你便是欠下了命债、钱债与情债。一个欠了债的人，想要走就走，世间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？有些人说，世间的猪、羊、鸡、鸭等物是上帝赐给我们吃的，是的。虎狼等爱吃人，我们人类也是由上帝造出来赐给他们去吃的。请问对吗？若虎狼等不应来吃人，那我们便应当去吃虎狼了。我们不敢去吃，由此吃猪吃鸡，乃是我们恃强欺弱、欺善怕恶，一种残暴的不智的行为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今生你吃他，来生他吃你，种种欠债还债，如何谈得上去出世呢？接着谈到旧事了，这在以前有一个孙叔敖杀蛇的故事。就是有一天，孙叔敖在路上
看见了一条两头蛇，当下便把它打死。回家后告诉他的母亲说，鹅是快要死了，因为在路上曾看见了一条两头蛇。据一般人的传说，凡是看见了两头蛇的人，是不能再有多日住在世上的。不过鹅为了这样的不祥的东西，不愿意让他人再去碰见，于是便把它杀死，埋到土里去了。他母亲听了说，鹅已不死了，因为你已存心救脱了不少的人。所以菩萨救世的精神就是这样的，不再谈我人行为的杀不杀，只在论我人动机的人不人。动机人，如从前的战乱时代，外敌入侵，我们便得群起抵抗。我们本着菩萨立场的佛教，只问是不是为了救世与救人。僧众，我以为是适合于出世的；在家众，我以为是要入世与救世。所以人其表而菩萨其心，这便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神所在。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要弘法利生，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而不断地在运转，透过各种的管道，包括卫星电脑，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、弘扬佛法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，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，不断的来护持，不断的来推动佛法。感恩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成就一切诸善法，弘扬佛陀般若智。划拨账号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为全球武汉疫情祈愿，
生命电视南投地区举办抄心经、读心经、共祈福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慈悲施食，恭请常住法师领咒。自2月17日起，每周一上午十点，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，联络电话南投草屯中心0492315999，南投慈悲道场0492392933，南投普里中心0492900826，南投竹山中心0492657386，南投波罗蜜书坊0492258910，敬邀十方大德发心共同参与，祈愿佛力加倍，疫情早日捐除。敬道，佛教界一代宗师，光德寺住持，世界佛教华僧会会长，上敬下兴长老圆寂，邀大众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结圆寂法缘。日期109年2月17日星期一到3月15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8点至晚上8点。联络电话0763120069，0763120069，世慧观法师。生命电视台所有僧信以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共同表达哀悼，祈愿长老趁愿再来，高显法床，阿弥陀佛。须菩提尊者，无证无别，切空第一。须菩提尊者，破除我法二执，离一切名相，在行住坐卧中心境恬淡自在，时时安住在空性中。尊者对诸法诸相都不起分别之心，进而体认实相，并知菩萨于修习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诸法皆不可得，正是无相布施、无我度生最佳代表。一心顶礼尊者须菩提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无所证、无分别的自在空性，以空性为心，悲愿为体，二者合一，广度众生。神遍阅的殊胜功德，神遍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流失，显扬佛法圣教的殊妙吉祥佳日。据佛经记载，神遍阅时，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，其功德过失都会增为10万倍。若在神遍阅期间精勤行善，如斋戒、礼佛、供灯、护身、布施、诵经等，精进修行，可借此机会迅猛地消除宿业，培植福报资粮。西藏佛教部分派别均特别重视在神遍阅期间奉善止恶，随力依圣语义三门而广行善业。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，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，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，因此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神遍阅举办盛大的法会。修行人不能错过的神遍阅，在金刚乘佛教中有四大殊胜日，在这些殊胜日发心行善，则功德可增长到万倍，甚至到1000倍。从藏历元月1日开始算起的一个月，即为神遍阅。请吃素、护身、持咒、念佛、点灯、施食、施药，进账集资，恒时吉祥，回向世界风雨顺时，无有灾难，众生无病无苦，消灾增福，发菩提心，福慧圆满。关爱众生，